中州那里强者如云，若是不多准备一些自保的手段，恐怕到时连逃命都很难。先前仔细检查了一番，这具魔尸果然没有磨合。 算了，有这对古衣就足够了。锋利的骨剑，大半夜不睡觉，跑来这里干嘛？这拳套以后就是本小姐的武器了。你不会真的要这件东西吧？要不来打一架试试？算了，我还有事要忙。谁让你大半夜烤这么难闻的东西，搞得我浑身不舒服。 这就当你给本小姐的赔偿了。每次看到这具魔尸，你都会感觉不舒服。难道你真跟这魔尸有什么关系？唉，谁知道呢？好了，本小姐要去睡觉了。这丫头。 精神体有用。不管你生前如何强横，现在的你不过只是一道没有灵智的残缺气息罢了。还真是意外的收获，吞噬的这些残存气息，似乎增长了我的精神力量。天焰九行翼，日后在中州，就算遭遇强敌，打不过时也能全身而退。地魔前辈，方言他们被杀了。哎，何人如此胆大妄为，敢杀我魔岩谷长老？ 阴山老人夺得菩提化体弦后，逃出黑皇城，化出分身吸引各方注意，真身却已不知去向。萧炎为夺回菩提化体弦而来，却发现阴山老人举止异常，怀疑有诈。一番寻觅后，果然找到其真身，却与韩风和莫天行等人狭路相逢。本已亡命的韩风再次现身，萧炎再遇叛师恶徒。 一场大战无可避免。你这叛徒竟然还能活下来！这可多亏了你呀，我的好师弟。如果不是你，想必我也很难达到这般实力。 会把你的灵魂抽出来，让你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。魂殿，你体内怎么没有那个老家伙的气息了？啊，我倒是忘了，那个老家伙已经落在魂殿手里了。他不是认为你能保护住他吗？啊？ 现在看来，那个老不死的眼光是一如既往的瞎呀！韩风，我手刃你这叛师无义的逆徒！萧炎，誓不为人！你送我一个！师弟可真有魄力，不过想杀我，得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资格了。你看老夫。 有没有这个资格？没想到你不仅没死，反而突破到了斗宗级别。哼，不过能杀你一次，自然也能杀你第二次。莫要做出这副小人得志的模样。大长老，那边如何了？他那些灵魂分身已经消失了。 我跟着你留下的印记赶了过来。多谢诸位帮我争取时间了。萧教授，往后退！消除菩提化之神。不愧是黑角域的老牌强者，实力果然非同一般。 可惜，你今日恐怕在劫难逃了。四名斗宗还真棘手啊！看来这菩提化体神与老夫无缘，也罢也罢，老夫倒要看看你们怎么分。老家伙，真当我们是傻子吗？ 小心！你们这群白痴！萧炎，你检查一下。嗯。这老怪竟然扔出了真的菩提化体弦，怎么可能？你把印记抹除了？在你道出菩提化体弦里有手脚时，你觉得老夫还会任由其存在？现在东西已经不在老夫这里，你们还想打不成？哼！怎么着巧，这笔账我先记下了。萧炎，小心！ 莫宗主，还打算袖手旁观吗？莫宗主，真打算对我们出手？若你能当一回看客，事后萧炎定将破宗丹奉上。莫宗主，竟然中了这小子的幻变之计，凭借他们两名斗宗强者的实力，倘若是不给，你还能拿他们怎么样？ 若是莫宗主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现在就将破宗丹给你，如何？莫宗主，当真？当然。事后我韩风要是耍赖，莫宗主可以直接来魔岩谷兴师问罪。好，信你一次，希望你不要戏耍老夫，不然的话。 既然莫宗主愿意相信叛师之人的话，那我也无话可说。那般条件，值得冒这本钱。动手吧，不要再拖延了。老家伙，几年不见，今日便让我看看。 是否还能如当年那般？没想到叱咤黑角域的丹皇，如今颓废成了这不人不鬼的样子。那两个交给我吧。哪里走？是我们的。就听闻萧门主在黑角域的威名，今日老夫三人就要请教一二了。这点能耐，还是拿出真本事来吧。哼，听说萧门主掌控着异火，不知道与我们魔岩谷的化生火相比，孰强孰弱？老二、老三。这便是弄焰诀，这温度倒是接近异火，不过却永远无法超越。三位，融合之火焰。 似乎还未伤人，便先伤己了。驱使弄眼诀融合化生火，的确会只伤身体。不过只要能夺回菩提化体弦，这些算不得什么。这火焰就是化生火吗？魔岩谷的弄眼诀的确独树一帜，不过可比不上异火。天火三玄变。 若要以一敌三，确实要费些功夫。可你们偏偏不自量力，要在火焰上一较高低。看来那边的战斗快结束了吗？ 这火焰倒是有点意思，不过还是不堪一击。这化生火。 分化开，吞噬炼化，不知能否让焚诀进化。哼，萧门主，小心呐！ 去了他们体内的所有化生火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的收下了。萧门主，这星空火皇可比得上你那异火？这便是你们的杀招。哼，那就让萧门主感受下星空火皇的威力吧。 真令人有些失望。激火！去！魔岩谷的手段的确了得，岂能将化生火增强到如此地步？给我听！啊！老大，快烧火皇！那小子的异火太恐怖，火皇顶不住。 同样的招式还想再来一次？你这化生火，在下收定他！收！多谢三位的馈赠。 这般重礼，萧炎便却之不恭了。萧门主的异火的确了得，使我们三个老家伙狂妄了。这化生火你拿着也无用，不如这样，萧门主将它还给我们，老夫保证立刻退去，再不染指菩提化体弦，如何？ 方大长老，现在的局面，你们离开与否重要吗？啊！你这个疯子，竟然敢生吞火焰！二老三，杀了他！二老三，老夫会为你们报仇的。我请出公主，定要这小子血债血偿，要萧门鸡犬不留！你若继续和同伴联手，那我只怕要费一番功夫才行。可惜，你又糊涂了。